8848.86米。这是2020年12月8日，中国尼泊尔两国面向全世界公布的珠穆朗玛峰最新高程。珠峰，世界之巅，陆地离天空最近的地方，承载着千古畅想，也标注着人类勇攀高峰的精神高度。谁能想到，世界最高峰的高度测量，却与4000公里外青岛黄海边的一座小石屋联系密切。青岛观象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所在地。这里是全国海拔高度的起算点，也是青岛独一无二的骄傲。那山是哪天来的呢？上路他们有参观的。正好上次去走了走院子，打扫卫生，看看哪里有没有生锈的，哪里损坏。不知道有没有水，是里边有没有水，上一次看。上次不多，稍微有点。再去看。这里是中国所有海拔高度的永久性起点原点，它是确定我们国家的基本的水准面的一个起算的一个基准。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所有的高度，包括珠穆朗玛峰，包括泰山，包括崂山等等，所有这些高度都是从这个基准点开始起算的。有点水，今天这雨水大，这水也多了，这我慢慢搞吧。而小小的玛瑙球，就是我国永久性的水准原点。青岛市的燕巢站所测定的平均海面，被定为水准基面。为了保护原点的安全，石亭里没有任何电力设备，原点的维护完全依靠人力。青岛有非常典型的半日潮汐，所以非常容易确定一个比较准确的平均海水面。青岛有着我们国家少有的这种长期的燕潮资料，最早在1898年燕潮就开始了，到现在为止100多年几乎没有间断过。实际上今年我们珠峰测量虽然距离青岛几千公里，但是呢，它也是通过这样从这个点开始一级一级的把这个高度传递过去。珠峰测高，南海测深，港珠澳大桥施工，雄安新区建设，96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300万平方千米的海疆里，现代中国的每一项伟大工程，都在延展着水准原点不可替代的价值。从水准原点往南，弯月般的青岛湾深处是栈桥，青岛最著名的旅游打卡地。作为城市地标，栈桥默默见证了青岛的百年岁和节日，点亮了烟火气浓郁的台东夜市，人气爆棚的海鲜美食，霓虹璀璨的黄金海岸。因为啤酒，青岛的夜晚热闹非凡。啤酒节上我们有这个饮酒大赛呀，有很非常狂欢的那种音乐，大家可以开心的这个放肆的这个喝，大口喝啤酒，所以说呢，给我们的市民啊带来了很多的欢乐。百年历史的老厂房现在是啤酒博物馆，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有着30年啤酒厂工作经历的姜卫，而今在满意的酒香中，让人们了解青岛人引以为傲的啤酒文化，是他的职责。原浆啤酒怎么做出来的呢？就从我们这个发酵罐里做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100多年前的啤酒发酵桶嘛，应该说是的百年前的是橡木桶，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一个橡木桶什么概念呢？它是6吨。6吨是怎么表示一下？用数据哈，一天喝一瓶，够您喝用30年的，就是这就是这么个概念啊！一会儿大家就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原浆啤酒。这座城市呢和啤酒是紧密相连，
一位诗人啊曾经说过，青岛呢有两种泡沫，一个是大海的，另外一个是啤酒的。他说我们在海边成长起来的人呢，非常的开朗，非常的豪放。啤酒这种特性，它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了。啤酒是这座城市独有的生活元素，金色的液体如同城市的血液，流淌着记忆、欢乐，联系着历史与现在。青岛好不好？好。这就是啤酒之城的独特魅力。啤酒成为城市的文化符号，融入居民的生活方式。一杯冰爽啤酒，装满了这座城市最市井的快乐和最真实的美好。飘动的酒香，斑斓的色彩，是流淌在青岛人血液中的基因，也镌刻着每一个青岛人对这座城、这片海的眷恋和依赖。这些年了，随着我在海外留学的时间越来越长，在海外生活的经历越来越丰富，那么我对青岛的这个地域呢，我也就产生了无限的感情，所以我想要去表达它，要把青岛画出来，包括它的这个人文啊、气候啊、风情啊、这个风景，它都一直在浸润和感染着我。所以我作为一个大海边长大的人，我对这个大海的眷恋，对大海这个故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喜爱，那是深深地根植在我内心当中的。青岛画家单红，国内知名的水彩画家，在维也纳的八年时光，青岛的颜色、青岛的味道总是魂牵梦绕。告别他乡，回到故乡，从此他的笔下只有青岛，只有大海。栈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以老城区的这个风貌为集中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点，基本上来青岛的人都要到这个栈桥上来走一走，来逛一逛。小时候我们青岛话叫逛栈桥，就是在大学中教授美术，是单红的工作。教学工作之外，他沉醉流连在满溢着儿时记忆的青岛老城，站在现实与历史的时空隧道，用笔触聆听春泉、夏荷、秋菊、冬雪，是单红感到最浪漫也最幸福的事情。我现在画青岛画了20多年了，我想画不尽也画不完。青岛从美丽的崂山，一直到这个它的海边，一直到它的城市景观，一直包括我们的老邻居、我们的老街坊、我们的街巷，它都深深地吸引我。而且呢，这个风光不与四时同嘛，所以说一直也让我感觉到充满了对它的一种迷恋之情。小青岛形状像一把古琴，又被称作琴岛。这里是单红最钟爱的写生地。这个地方春天和秋天来的最多，几乎是半个月就要来一次。我还经常会带着我的那个学生啊、学员啊，到这个地方来上课。啊，他们大家都很喜欢画镇，而且这个基本上山海城这些特色都已经有了。在画家的目光中，小岛四周无处不是画写生的绝佳所在。向东，中国海军博物馆近在咫尺；看北，岛城三月花如锦，多少功夫织得成，老城隔海相望；西望，晚霞中的一抹残阳令人沉醉。带着一份对艺术非常真诚的心情去对待艺术，因为当你喜欢上艺术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把艺术看得就像你的生命一样，就像你的家人一样重要，那么你就应该和你的家人陪伴一生。醉在满城山海，画出浮华如梦。这里是秦朝徐福东渡日本的起始地，也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国际港口。青岛以港口立市，环海湾发展，青岛港往来的船只吞吐着历史烟云，
诉说着悠悠往事，更展示着中国智慧港口的勃勃生机。我觉得从这个人工码头到自动化码头，这是港口发展的一个必然的阶段和路径。我们建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码头，它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在港口这个领域，在科技发展上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张连刚，青岛港自动化码头项目负责人，拥有30多年码头工作经验的他，被称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带领团队创造出一连串耀眼的全球首创和世界第一。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自动化码头建好，把这个码头的建设看作是我们对于国家的在这个领域的科技进步啊，也是我们报效国家的具体的体现。在这个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16台蓝色自动化桥吊矗立海边，76台高速轨道吊往来穿梭，83台自动导引车流转自如。地海蓝天之间，码头上杳无人踪，生产作业却如行云流水。2020年12月17日，张连刚创新团队在作业中，单机作业效率达到47.6自然箱每小时，第6次摘得自动化码头装卸世界之最。拥有我们自己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化码头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觉得这不仅仅是在做一个码头，这是为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科技进步做我们的贡献。张连刚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世人惊讶的中国智慧和中国速度，也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时代楷模的光环和荣耀。他们是这座原油吞吐量全国第一、铁矿石吞吐量世界第一的超级大港快速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你们恰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又生逢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希望你们事业取得成功，希望你们生活幸福，谢谢大家。请毕业生依次登台，接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带着海洋梦，从中国海洋大学走向五湖四海，开启了新一代海洋人的事业旅程。作为中国海洋领域的第一学府，这里的师生正以不同的方式肩负着海洋强国的时代使命。海带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产量非常非常的高，把海带首先要煎碎，因为海藻呢海洋当中的一个再生资源，所以用它做底膜呢是一种比较合适的一种材料。全世界每年消耗50000亿个塑料袋，5000亿个塑料瓶，每年丢弃在自然界中的塑料制品超过3亿吨，塑料污染正在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许家超团队研制的100%生物降解海藻食品保鲜膜，希望为塑料污染提供一份来自海洋的解决方案。一亩地可能从这个土壤当中筛选去做的碎塑料膜大概是490多公斤，它会严重影响粮食的产量，还要影响到海洋生态。塑料在整个自然界当中降解需要200-300年的时间，时间太长。从2012年开始，可食性全生物降解海藻食品保鲜膜的研发在中国海洋大学启动，历时9年的研制过程，上万次的实验，许家超团队只为找到能够解决塑料污染的技术方向。我们国家海藻资源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生产国，金尖海带大概一年是146万吨左右，像虎台每年都有50到100万吨。如果你不利用，那就会产生自生灾害。我们已经研发出可以用虎台制作剂，
成分大幅降低，明目剂可能达到了50块钱，比塑料膜还便宜。这个产品呢，对世界人民、对各国人民都是一件有效的替代塑料制品的一个好原料。把海洋灾害五排变废为宝，代替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塑料，为了地球家园的健康，新时代中国海洋科技工作者们在各自的航线上不断探索和努力，探寻神秘浩瀚的海洋，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为了人类的健康和美好生活，这是他们的共同目标。进入21世纪，科学家们将探求新药的目光转向了浩瀚深邃的海洋。从2005年9月起，浣花师团队就构建了海洋糖库，目前已制备出海洋寡糖化合物和糖缀合物600多个，其中超过一半是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发现。这为全球开发海洋资源贡献着中国科学家的智慧。现在还是海洋的药物真正在市场上流通的，大概一共15、16个吧，我们国家2个，具有2个创新药物的国家大概一共是4个，所以我们国家也是处于一个前沿状态。浣花师，中国现代海洋药物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为中国海洋药物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了让中国海洋药物学科跻身世界先进，年过八旬的他仍在科研一线耕耘不辍。正因为我们国家的思想，才有了一个海洋这个综合研究的能力的培植，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状态。我就想到哈，这个咱们国家建设海洋药物18大、17大以后提出这个战略部署啊，没有一个海洋强国就没有我们国家的强大，这是大家的共识。作为海洋科技创新城市，青岛拥有约占全国1/5的涉海科研机构，1/4的涉海两院院士，1/3的涉海高端研发平台。从这里出发，深海8000米的狮子鱼、10000米的钩虾，被全球首个 4K 全海深水下摄影机海童真切记录。从这里出发，水下滑翔机海燕、深海自持式智能剖面探测浮标、可替代大浮标波浪滑翔器、实时通讯潜标、仿生机器人、水听器，一项项领先世界的海洋科技创新，让中国人走向深蓝的梦想更真实可触。青岛汇泉湾畔，碧海绿树掩映中，伫立着2座中国风的宫殿式建筑，在周边环绕着的欧式建筑中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拥有90年历史的青岛水族馆，也是近代中国人追寻海洋梦想的起航地。1930年的时候，就是蔡元培，来青岛参加一个就是全国性的这种学术年会，在这个会议上呢，就确定了，就是说要在青岛设立这个海洋研究所。第一期呢，先建立青岛水族馆，作为海洋生物研究所的第一期。这个水族馆的工程就是从1931年开始动工，到了32年的5月8号，就是竣工开展了。被蔡元培先生称之为吴国第一的青岛水族馆，是亚洲第一座海洋生物展馆。直到今天，这里仍然是全国唯一的海产博物馆，馆藏数量居全国同类展馆之首。王伟研究员，
已经在这里与大海中的曼妙精灵相处34年。这是我们的一个地标建筑，因为它是全国最早的水族馆嘛，青岛人也是引以为豪的。从这里开始，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一个游客，包括青少年在内，认识海洋和了解海洋的一个窗口，一个起点。漫步在青岛水族馆，大洄游池中千姿百态、五颜六色的鱼群川流不息，如花的珊瑚和海葵摇曳着触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水中轻盈飘逸的数以万计的水母。夏季是采集水母为岛城水母家族扩容的好时机，为了让游客观赏到更多样更美丽的海中生灵，王伟和同事常常要到海边采集水母。藻也多了，水系类的够呛了，采采看看运气怎么样。小心啊，可别掉下去。哎，可以可以可以，捞到了啊。好，11年来，水族馆在青岛沿海采集了300多次水母，在近20000只水母中发现了28个种类。哎呀，我还蛮大的嘞，还挺完整的哈，口岸什么的都还在，水温也合适，这块就放到还有点湖台呢，可以直接拿过去养，没白跑一趟，能采到2只已经很不错了。现在馆内可繁殖保种的水母有24种，常年稳定展示20种。游客四季都可以感受到海洋生物的瑰丽和奇妙。在绚烂展馆的背后，是王伟和同事们几十年如一日的采集、捕捞和饲养，倾注心力，默默奉献。水母的这个生命周期就是一年。它这一年还包括它的这个蝶状体、幼体的这个时代，那么真正就是说能够投入展示的呢，可能也就是3到6个月的时间。从这个研究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说，着重于水母的这个繁育研究，因为我们的这个水母现在的展示和繁育的种类，现在在国内应该是首屈一指的。认识海洋。从这里开始，这是青岛水族馆的宣传语，也是对水族馆最恰当的描述。这里承载着近代中国人认识海洋的强国之梦，留下了无数青岛人孩提时代触摸蔚蓝色梦想的最初体验。从这里开始，见证着海洋逐梦路90年传承不息。小鱼山、八大关、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美丽青岛百年港城留下无数记忆和辉煌。国家现代海洋产业发展先行区、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从青岛出发，风好正扬帆，高质量发展的海洋大潮正在黄海边绘就海洋强国的时代梦想。海岸长长几万里，如同我对你常惦记。如果注定要死，寻你。
总是期盼着四海一